最家常最家常的小吃，后悔了，我以后还是发舞蹈视频吧，好尬聊啊，真的，这才十分钟，还有五十分钟要聊呢，怎么办？好，三二一，嗨，讲行吗？怎么抽？就是对大家一直在刷欢迎，然后我们在这截个图给大家先抽一波奖。发现了这个熄屏的壁纸。对，我刚才就是想知道这个字，原来这个字是嗯。哎，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字啊？因为很方便用啊，就比如说别人问我吃饭了没有啊，我就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是一份好吃的方便面。首先呢，方便面怎么样会好吃呢？水分很重要，水多了会淡，水少了就会味道重，所以说呢，我选择了一包方便面500毫升的水。 OK， 先开始放水。放那边。好，现在等待的时间，그러면손가락만이렇게한번대주시면돼요아그냥이게얘기예요아그렇죠그렇죠 Game over.